整个舞台剧怎样应用舞台的这种技巧，啊，来传达真善美的信息，嗯，这就是我们主要要传达的。嗯，其实，在剧里面有时候看到他是有讲到前世，就是也讲一些因果的。其实你在做这样的音乐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有一些困难点可能要去突破，会比较让观众又很容易懂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尽量的设计到观众一看能够明了，而不是太过高的艺术性。那太过高的艺术性，一般上观众还要去揣摩，所以我们是比较用比较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刚才你们看了还行吗？看得懂啊？我们主要就是要传达讯息，传达因果的教育，传达佛教的理念。嗯，那我们看到说，其实里面还有蛮多小朋友的，哎，你们这个会不会在编那个剧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小朋友加入会不会让那个变数变得更多这样？不是，我们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就真的是我们的宝，我们把他们从那个马来西亚带过来，家长他们也跟随过来了。那他们这些小朋友们都以前都演过好多回，跟我们合作很多次，所以出来的话大家像一个大家庭。那他们也非常开心能到佛光山来演出，所以他们已经是等了很久了，所以终于让他们等到今天演了第一场我们的这个宝镜在大觉堂。嗯， OK， 谢谢。嗯，再请问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演出啊，其实大家的视觉效果还蛮丰富，那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一次舞台的我们的音乐剧就是结合了马来西亚、中国两地的这种的精湛的就是他们的我们大家的特点特好的地方。比如说歌曲就是由我们马来西亚那边的制作人朱金亮老师由他写，那么还有就是舞蹈方面呢，就由中国的舞蹈家一级舞蹈家易小雪教授易小雪他来编导。那在舞美方面呢，我们是请于另外一个任老师任东升老师，他也是在舞台方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也是都是合作很多次，都是演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剧。那我们就每一次的演出就希望说借用我们的舞台灯光，借用舞美方面能够让我们把故事带到更生动更生活化，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能引人入胜。嗯，我大概介绍一下你是导演啊。我是宝镜音乐剧的导演，我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这一次呢是来演白衣将军，然后呢也带着我的30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一起来的。哎，那你觉得我们这边活动纪念馆这个场地今天这样布置的怎样？这个我们9月份来看过这个场地，所以回去呢专门为原来是平面的这么一个剧场，然后呢现在把它做成四面的，所以呢做了一些调整。其实这样的环形剧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应该说从哪个门出哪个门出和以往都不一样，但是呢今天演员表现的还挺机敏的，很多难关都克服了。就跟一般我们在演的平面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他要照顾到前后左右啊，那更像是广场啊，这种其实广场才是民间艺术。那我们用的这个歌曲啊，还有这个舞蹈动作呢，都是来自于它的原型，都来自于中国安徽。安徽花鼓灯是一种特有的艺术，我们把它呢改编以后呢放在这个剧当中了。所以很多朗朗上口的小调啊，包括这个像武术一样的动作呀，都是安徽花鼓灯。我呢是其实和台湾的舞蹈界很多朋友都很熟啊，在我们在台湾呢也有我们一些民间舞啊这样的一些教室学校啊，所以呢大概每年都会有一次的机会来台湾，但是呢这一次呢是宝镜这样一个机会呢，像用舞蹈用音乐和台湾的观众见面，我觉得特别高兴，谢谢你们。以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有点带点宗教的这个意愿含的这个戏剧演出啊？以前在台湾没有宝镜音乐剧这是第3期的演出了，在马来西亚云顶国际歌剧院和他的这个文化宫都演过
20多场，然后呢之前大概在1999年和2001年我们演过5剧牵手牵眼啊，也是一个观音题材的一个剧啊，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其实我们大概用过10年的时间啊来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哎呦，也反正总是希望能够把这样一种爱，这样一种温暖传达给人啊。是是是是是是，是从各方面啊，大爱大恨大起大落，包括歌词里说擦肩瞬间也温暖，就是让人感受到这个人间的爱。那么最后呢，这些僧人刚才在剧里面也是用无尽的生死来告诫这个蛇精轮回的可怕，因果的可怕。那么所以就是劝善，而不是说是降服他啊，是僧人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了这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观众呢当然看热闹了，但是我们寓意他这样的一种精神啊，是这样。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谢谢，让我们感受到北京那个舞蹈的这个精髓啊。谢谢谢谢啊，好啊，谢谢啊，好，那我们这个开完戏剧哈，这个有一个记者的时间哈，那旁边这位是我们重要的推手哈，啊，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不是跟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嗯，我呢叫周金亮，来自马来西亚，我的工作呢是音乐写歌，然后制作唱片，写一些剧本，是哦，对。那你，我觉得这个歌曲里面有一些宗教很庄严的感觉，那你以前有尝试过吗？还是我一直以来都去从事一些佛教的音乐工作，哦，嗯，包括写一些佛曲，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有一个运动叫做祥和曲，我们一直在想每一年的五月我们应该整个月都来唱祥和曲，写一些比较大善的歌曲啦，大爱的歌曲啦，来去净化一些人心的工作。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样子今年累月的做，到了10年或者是5年或者是15年之后，我们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歌曲，然后就能够去弘扬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智慧，这是我们的意愿。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像这种佛教歌曲来讲，或者是宗教歌曲，都一定在这种什么神圣的殿堂才可以唱。嗯，一般的外面可以看得到这种歌吗？听得到吗？还是怎样？在马来西亚呢，我跟我们观音基金会的秘书长就是瑞莱师姐，我们有一个愿望，我们要把我们的歌曲带去人的中心，就是这边。所以呢，每一个五月的时候呢，每一个星期六礼拜，我们就去超级市场唱啦，商场唱啦，广场唱啦。真的可以这样？对，加上我们的团员10个、8个，有时候20个，就是唱了。一唱的同时呢，就发一些传单，介绍我们的歌曲，然后对对啊，对对，这些歌我们也会带去唱的。都会啊，大家喜欢那个我们就带去了，就感觉就听起来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很纷乱，对，那听听这种歌觉得心情就非平和，非常平和，对，很重要啊，对对，就是说这个如果再能够再打进去，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哈，嗯，那比如说一般的人也可以在，比如说我家里喜欢唱卡拉 OK，嗯，啊，有那种伴唱带，我们可以来学学唱，嗯，也行啊，对，最好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最的目标，都有啊，都在做了，都在做，一直在做，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离开台湾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我们希望说再多一点的，怎么讲呢，就是大家一起交流，啊，你要多来嘛，你要多来，我觉得你今天带来这个太棒了，肯定希望时常过来这边，对对对，在这个地方特别有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佛罗纪念馆这边做得非常好，它的周边设备都很好，对，很好很好，人呢，啊，见面就大家很开心啦，啊，然后大家招呼也用心的去坦诚的去把表情表达出来，嗯，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掩饰，对对对，那在创作上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回到最原本的那个地方，嗯，不能够太过复杂，嗯，对吗，哦，那才是真心的东西，嗯，那这个希望赶快能够我们可以在坊间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歌，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首听一下，哇，对对，是对，社会上就很多不好的事情就对，我们也希望这样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做，是应该是这样做，对的，好，谢谢你，谢谢啊，多做一些好吧，谢谢，好，谢谢，一定谢谢。